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是我昨天买的吗？嗯。现在还，现在还这个。走啊，上去啊。嗯。带好妹妹，妈妈再买票。嗯。你不要票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是买那个八大处的票。我买这个车好像在玩具。那不应该要票吧？啊，要票。哥哥，买这个车怎么这么像巴士的呀？什么要票？它就是巴士。肯定不应该要票。那为什么别人都不叫他？不要偷看，你这个偷看。啊，正好耍他一下那个。